嗨，晚上好啊。Hello，晚上好。今天这个背景怎么了？非常不错，我觉得。你们觉得呢？请让我放一个歌。看看我喜欢的歌。后面是啥呀？后面还是一样啊，就走了一段时间。离开了一个氛围灯罢了。咱们就是说，生活要小吃。整点好玩的，今天。周围怎么滋滋的？有没有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有一点漂亮？他那个紫色的灯，KTV 即视感，他今天就是唱歌。空感，是不是有些空感？因为好像有些空灯，但是暂时没开。我之前有一个星空灯，就是能照着那个天花板那种星空灯，贼好看。可能我听着没有感觉，因为把你们放在了这个音箱旁边，我感觉有点响吧。现在呢？还是很想吗？那我不放音乐。380两分钟是找不起的价格，还不如来剧场看一场演出，对吧？想店员，哎，店员好早，今天把我10点多就叫起来了，把我10点钟叫起来，那个。化妆，做造型，然后吃饭，然后1点钟的店员。要不够了吗 ？No！我感觉我现在要猝死的状态，不瞒你们说，真的，我准备，我准备直播完就是卸妆，直接一个大睡觉，不行了，搞不动了。秒睡了，差不多有那么点感觉，要秒睡的感觉。大半夜不睡觉，你们知道我有多有毒吗？我这个人，我这人，我觉得我绝了，我觉得我这个人疯了。就前天晚上我很晚睡嘛，前天我在3、4点才睡，因为录那个视频学那个舞嘛，4点多才睡，
然后7点钟被姐姐在我床前叫我专家做核酸了，给搞起来了以后呢，我就说我不睡了，我今天早点睡，我今天绝对会很早就会困。然后本来想下午的时候又再补个觉的，还没补半个小时20分钟，姐姐又来了，做核酸了，然后我就就起来了，我就被整的就是那个神经恍惚了，你怎么？然后当时我就很烦，我就睡个觉不容易啊。然后我到晚上了，很好，到晚上了，成功到了10点多，我以为我会困，我要睡觉，结果睡不着，到12点多，睡不着，然后我就硬生生睡不着到5点多。我一天24小时，起码48小时，我就睡了4个小时，我有病吧？我真的有病。过了困境了，真的睡不着，我怎么想入睡都睡不着，睡眠障碍。我觉得我这真的是睡眠障碍，就是你知道吗？睡觉就是因为我褪黑素吃完了嘛，我真的很崩溃。我本来想说昨天吃2颗褪黑素能早点睡的，结果没了。你们知道有多痛苦吗？就是困但你睡不着，就是现在我就是困但是就是睡不着，我就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，就怎么睡怎么不舒服，就是生理上的不舒服，就躺得腰酸背疼的那种不舒服，真的，但是很困，真的很困，还很焦虑，是有点焦虑。我困但我睡不着，我觉得我要疯了。宛如喝了咖啡，哎，我倒还真挺想喝咖啡的，我已经好久没喝咖啡了，真的还挺想的。咖啡，星巴克，但是我不是想喝咖啡，我是想喝抹茶拿铁，抹茶燕麦拿铁，抹茶星冰乐，香草星冰乐，可可星冰乐，冰摇红梅黑加仑，好想吃，不想喝奶茶的不想，我想喝星巴克，我想喝瑞星，我想喝深夜拿铁，奶茶不喝了，我奶茶就是不想喝奶茶了，我想喝果茶，我想喝百香果双响炮，我想喝酸的，我想喝果茶，我想喝西瓜波波，我想喝奶雪的茶，我想喝喜茶，我想喝茶百道，想喝 Coco。 我是不是有一点操控我的所有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撕开我的伤口，我的脉搏，我给你自由，我给你自由，我多么痛，说我没有勇气敢问你的，多么怕你放开的太宽容你了，多可笑，这是我忘不掉你，可笑的是我没法像你一样随着，我像是疯了但你从来不在乎，曾经的温热早被冰冷覆盖，不能团购，我们这里不能团购，本来我去京东都买了很多物资了，然后结果社长今天好像有人买到了物资送到了门口，然后社长就把它扣下来了，然后从明天开始夜宵就取消了。社长应该是怕外卖不安全吧，就是外卖要消毒啊什么的，太麻烦了，因为我们14天没有阳性了，其实再忍忍可能可以解封了。
是风吹得在我支离破碎，你冰冷的话语就像是倾盆的大雨，将我的温柔浇灭，却表现得无所谓。你甩开我的手，最熟悉的面孔，没有我的眼神，让我不敢承认。我尊重你所有选择，甚至包括你的冷漠，也都留在我。十二月解封，十二号解封应该不太可能吧？就像十二解封的话，很多娱乐场所啊，什么饭店都不开门。那你说解封了有什么用啊？糟糕，我的所有，我给你自由。我在想，解封了也应该也没有人敢出去吧？也没有谁敢，谁敢出去玩啊？我不敢。说是4月22号解封啊，但是我当时塔罗测出来不是要到5月份吗？因为有28天呢。5月份吧。嗯，出去自由买东西，我觉得太危险了吧？啊，不行，我现在好难受，我觉得我困得要死，我想直播睡觉，我要一个直播睡觉的状态。家人们，就是说一个直播睡觉的状态嘛，真的不行了，睡一会儿我再起来播。你把我的拖鞋咬成什么样了，你个狗，揍死你！等等，我要给你们架好一个机位。哎呀！嗨，我放几首歌，我放点白噪音给你们听听，我平常睡觉的。手机快没电了。充电器呢？充电器也不见了。哎，那个就是说一个睡觉的动作吧。因为想上厕所，那挺好的。睡前上厕所没有毛病了，睡前上厕所没有毛病。这音乐很好听。哈哈，晚安了家人们，睡了睡了睡了。你在上厕所。那挺好的，你在家还能有厕所上，你不挺好的吗？不挺幸福吗？厕所自由，此乃。
着床单。忘酒店，你疯子狗。太疯了。都猜到我没睡，我是看到有听到有动静，我就醒来看一看他。别咬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别咬了。你信不信我把你关进去？只是我现在不想动而已，因为真的很舒服。床单，你等着，你再来。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死狗。直接给他做绝育，怎么给他做绝育？那你干啥？疯子哥，这是直播黄片吗？谢谢小鱼仔。我无语了，我无语了，我纯纯无语了。有点不是，被他妈知道了以后，绝对要打死。生无可恋的蜘蛛要睡觉呢。西装再睡。我想先睡了再卸妆，因为我现在只是睡一会儿，待会儿起来还要跟你们聊天呢。我有双下巴的，我有三下巴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三下巴，嗯，可爱听下雨声了，你们爱听下雨声吗？卸妆就是丑睡，帽子一松，你啷个哪个鸭子嘛？不好意思哦，贝蕾看看你要看什么。
觉得还是第一个好听。嗯，好听，这个好好听。要尿床的，我才不会尿床。就是小学生才会尿床，说的就是你吧。酒店他听不懂。的确好容易感觉有点想要嘘嘘的感觉。换一个。其实我还除了听下雨声，我还很疼爱听烤火炉的声音。你们知道那个烤火炉的声音吗？就是火噼里啪啦的烤的声音，那个可好听了。感觉听那个睡觉都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就是那种房子里，就很舒服。嗯，很舒服，感觉很温暖。对，那个很温暖。晚上好。谢谢陪你看日升日落的荧光棒。今天几号？我怎么藐视你呢？没有，是我眼睛的问题，我怎么敢啊？阴阳师大人。怎么看个念？看一下公告，家人们看看公告，咱们就是说看看公告。双下巴都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爱我的话，你会连我的双下巴一起爱的。眼睛别偷瞄，我眼睛不偷瞄怎么看你们的评论啊？我这就是一个浅浅入睡的动作而已，其实也不是真的深度睡眠，只是一个想闭目养神的机会。狗都睡着了，我还没睡着。
she's so beautiful. Suffrage for the nature. Oh, she really loves my heart. If I never wake up,我想牵你的手。If I never wake up, 缠绵彼此转悠。If I never wake up, 亲吻你的额头。We don't wanna wake up, 承诺浩浩宇宙。Oh na na na, 从人世间晴到乌云，或是天上雷鸣，在我的身旁总是有你。拉上窗帘，近距离听你的呼吸声，也在我的耳畔响起，在这段暧昧气息，悄悄呼吸，心跳频率只为你。怎么单曲循环、啊、我想听刚刚那首歌单曲循环、啊、我睡都睡着了，烦死了。这个好想上厕所。什么？小慧玉轩下午公演说想见我，广州的小慧吗？真的吗？哇！小慧见小慧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你认识？我现在还不认识，我可以认识认识。知道他呀，秋如永远是顺位第一哈，呵呵，不存在的，不存在不了，不可能。
睡了，甜甜的唱两首歌吧。睡觉不睡了，睡完了，我已经睡完了，下播睡觉吧，等我唱两首歌我就下播睡觉了。唱什么呢？待会早点休息，别唱了。行，再见了兄弟们。睡醒再见。好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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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，晚安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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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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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们都不回应我，我都啵啵啵啵的，你们都不回应我，你不爱我了，哼，真的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嘎嘎嘎嘎嘎，谁能把这个猪叫声打出来，谁厉害。贝贝贝贝，睡觉了。